大家好，歡迎收看午間總結，我是林子彤。這個時候先跟大家總結內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中午收市升到17點，中午收報3088點，深證成分指數升16點，中午收報11082點，滬深300指數升6點，中午收報3965點。看回港股，半日升128點，半日收報20240點，國企指數升37點，中午收報6920點，大市半日成交532億幾咁啊！呢個環節咧，請嚟 Sammy。阿 Sammy 你好。Hello 子彤。咁啊，睇翻個市先啦。咁啊，曾經倒跌過落去，因為人民幣咧，咁啊，突然之間走弱咗啲。咁啊，但係今日咧撐市嘅咧，定係只匯控同埋941中移動啦。咁啊，匯控升3% 上嚟嚇，941咧升到大約1%嘅。後市有啲人就話出現咗啲轉勢嘅信號，你自己又點睇咧？即係都係喺呢啲位置拉鋸啦，成交亦都唔係好大。你自己嗰個睇法係點？暫時向下嘅機會都係叫做比較高啲啦，即係過去嗰幾日同大家提過啦。成個走勢咧都仲係處於個浪低於浪嘅狀況啊。即係如果你話要以二月開始嘅高位起計嘅話，25000點開始墮落嚟啦。近期恆指嘅走勢咧都升唔穿條下降軌，咁所以就變咗喺冇咩一啲利好嘅催化劑，尤其是可能你話外圍嘅科技股啦，叫做跌得比較深少少，啲社交媒體包括 Snap。昨晚是叫跌了40多%，所以就大家看着一些真叫高增長的科技股，未來的估值都有機會向下調的話，港股這麼多隻即叫做新經濟股或者科網平台股是個重磅股的話，都很應該是即叫做回下去，或者你說很應該都是跟著整個科技股的走勢樣再回一些少先。而現在暫時就都是挨著10天線至20天線這些的水平叫做增持住啦，但如果你話要真係打破到呢一個格局嘅話啦，其實都起碼要升得穿條50天線樓上，即係講緊你話要高過5月3日至到你話5日中間呢啲嘅高位水平，上翻21100樓上啦，先至算係叫做打破咗一個浪低於浪嘅格局嘅。近期的業績啦，冇咩邊隻真係叫做有太大嘅驚喜啦。除了你話可能包括你話上個星期嘅騰訊啦，或者講緊你話今個星期嘅一啲叫汽車股啦，同埋講緊你話啲直播平台股份啦，亦都冇話邊一隻特別真係叫做好飆青。咁所以大家想買上去嘅理由啦，亦都係叫做冇乜。咁所以需要小心啲。你話走資或者你話可能即係叫做外資沽貨嘅呢一個問題。需要擔心少少啦。琴日嚟講啦，北向嘅資金即係講緊你話外資嘅流出啦，基本上有95億嘅，咁所以就見到其實人哋開始沽貨嘅時候，大家都可能驚一驚呢啲嘢啦。咁變咗你話大家喺個板塊上邊就唔係好難揾邊啲板塊叫做比較強啲嘅啫。一路以嚟咧都係屬於一啲你話資源類啦，同埋講緊你話喺個股息率上邊相對嚟講都仲係叫做可能喺8至9厘樓上嘅股份啦。這段時間都是 keep 住挨住在自己的歷史新高入邊嘅，包括就係講緊你話啲油股啦，或者講緊你話啲航運股啦，同埋講緊你話啲煤炭類嘅股份啦。其實呢啲包括息即係叫做個腰高，同埋講緊你話之前一路都已經拍講咗第一季個派息政策，同埋講緊業績上邊都仲係叫做有個好強嘅增長啦。呢啲股份都唔需要擔心，咁所以就變咗揸住呢類型嘅板塊嘅話咧，咁就跑得贏個市之餘，亦都唔需要擔心呢一輪係咪屬於個熊市一路叫keep 住浪低於浪嘅一個格局咯。而且你話可能琴日收市嘅時候同大家提過啦，你話銀行股啦，即係近期係叫做俾人睇翻好少少啦，國際銀行股，所以匯控今日你話升翻2-3% 上嚟，咁亦都唔意外咯。如果你話之前曾經博咗啲ATM 嘅股份，或者講緊你話啲新經濟嘅平台股嘅話啦，咁可能需要小心啲。向上嗰個嘅催化劑就冇乜，有機會可能要捱多一陣先。好啊，咁之後咧又講下咧出咗呢個季度業績嘅股份啦，嗰只4.9網易啊，出咗佢哋第一季嗰個業績噶啦，大行普遍都係覺得啊，都好過市場預期嘅，亦都有讚佢啦，啲成本控制唔錯啊，同埋即係在線遊戲嗰、那個收入嗰個都 OK 嘅，但係。有些分析就話瑞銀就可能擔心嚟緊嘅一個增長勢頭可能開始放緩啦，同埋即係你自己有。
又點樣睇即係網易份業績呢？如果睇股價咧，其實佢都係喺個 range 度嘅啫，三至五月，即係13几去到156都準準地啊。今次可唔可以靠住份業績啊嘛，升穿呢個 range 頂咧？暫時就未係真係叫做升得穿住啦。雖然你話今日嚟講股價有得升啦，咁但係你話就因為可能喺個遊戲嘅業務上邊表現唔錯啦，即係遊戲個收入增長升到10几，其實就跑贏咗騰訊自己個遊戲業務嘅升幅嘅，咁所以就喺個表即係最主要嘅板塊嚟睇，表現算係唔錯。但係你話估值上邊咧，以而家呢個價位啦，其實挨住都已經有23、24倍 P/E 嘅啦。咁你話可唔可以進一步即係叫做再推上去咧？其實暫時就叫做比較難啲。我相信你話以個估值嚟計嘅話啦，去到近期156、157蚊呢啲嘅位置其實都比較盡少少嘅啦，未係真係叫做有其他睇好嘅機會住啦。喺佢哋自己其他嘅網易有道嘅業務入邊啦，即係講緊你話做一啲教學平台啦，或者講緊你話啲培訓嘅業務方面啦。之前佢就已經 cut 咗所有嘅課外嘅培訓培訓班㗎啦。咁然之後就轉咗一啲智能硬件啦，或者講緊你話啲教學程式啦。咁就喺個收入端方面就唔算真係叫跌得太勁嘅，即係你話去到跌10几，其實就已經算係叫過咗啦。你話啲教育股嗰輪嘅低潮㗎啦，咁就睇下你話有冇條件慢慢做翻好啲先啦。但係今個月即係講緊你話今次個即係叫虧損，雖然叫做有收窄到啦，咁但係暫時喺網易有道嗰方面嘅業務咧，就未係真係叫算係做得好好。網易音樂嗰方面啦，做得唔錯嘅個增長。都算是叫做比較強少少，即係可能你話都升到40几，咁但係暫時就唔算真係叫做佔比最大啦。始終你話齋睇在線嘅遊戲業務方面個佔比仍然係叫做最多，咁所以就需要小心啲咯。其他嘅板塊入邊，你話可能雲音樂方面啦，做得比較好啲咯。有道啦，同埋講緊你話創新其他業務方面啦，佢哋嗰個嘅毛利嘅問題啦，都仲係未係即係叫做改善到。咁所以如果你話要而家呢一刻個估值挨住都係23、24倍嘅話，其實已經算係叫多過啦ATM 些少啦，即係起碼啦，你話騰訊同阿里啦，而家嘅估值都唔夠20倍嘅。咁但係你話美團算係叫貴少少啦。咁如果你話拉翻雲嘅話，網易就已經算係叫做比較高啲㗎啦，咁嚟緊可唔可以即係叫做有啲新嘅機會，或者可唔可以即係叫推到個價上去突破到呢一個嘅橫行區間咧？可能要等到佢哋自己出到嚟新嘅遊戲版號啦，即係而家啱啱4、5月嘅時候啦，內地開始翻啲遊戲版號啦。咁網易就未係真係叫出到嚟嘅。咁公司嘅管理層啱啱就提到憧憬住啦嚇，嚟緊有機會就輪到佢㗎啦。咁如果可能你話6月打後，有機會出到啲新嘅遊戲嘅話，咁可以做到個催化劑出嚟嘅。咁但係暫時，如果你話呢啲消息未出嘅話啦，156、157蚊左右啦，咁應該都盡噶啦。好啊，咁啊，唔該曬 Sammy 咁詳細分析啦。Sammy 都申報翻先，有冇持有上述睇好股份啊？都冇持有。好啊，唔該曬 Sammy。咁呢次節目時間差唔多，同 Sammy 傾到呢度。